即马有心啊，有心啊。我看这件代志真着急嘞。配内底佫讲哦，伊完全联络袂着囡仔老爸。哦，那呢，我已经通知我朋友。啊，我陪你去无？啊，免啦，你若不要去，你就知影啥配的人是啥人啊。啊，我有答应我朋友讲爱保守秘密，请你谅解。好啦，我伫个厝内等你。好，我先来。大家去洗脸哦。好，我知。啊，米花啊，探小姐，北英村哦。好。听见了吗？王老生鬼鬼祟祟，是要去倒位？出去拄好，我有机会来啊。无啊！啊，你安尼喊甲大细声，敢若在叫魂嘞？你找老师要创啥？创啥？朋友上班，变成无去啊啦！啊，你的物件无去，唔着去你的房间找，哪会要找伊？迄变成哦，原本收伫我房间好好，啊，伊无来哦，拢袂拍见呢。伊一来，物件就无去啊！啊，天下间哪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？啊，你即卖意思是？物件是伊摕去哦，啊，出来也无别人啊，唔是伊是啥？阿瓜啦，掠贼哦，上重要的是证据，你无证无据是袂用乌白诬赖人嘞。啊，你倒一副目睭哦，看到伊摕你的物件。阿母啊，我唔是食饱换枵，二十四点钟给定调的，我哪会知影伊袂趁我无伫的时阵偷走你？哈，哎、欸，真奇怪呢。我看罗先生四人哦，一定是打破恁家的黄金瓮啊！对伊意见遐济，我看是阿母对我意见济。啊，我过礼拜带客拢遐尔济单啊，也较输一个外人。哦，哪讲哪有影呢？敢无影？哎，我说说起来，啊，非得哦，即马伫阿母心肝内啊，迄罗先讲的拢报，啊，我讲的拢错啦。哎，非得哦，我是提醒阿母啦。重要的物件，上好检查清楚，较袂哦，时间要靠都无目屎。这你放心，啊，若陆生会做人哦，我相信。哦，阿母啊，迄陆生是甲你放虎啊，无你若信伊的话，信甲会食糊啊。嗯，若熟识的时阵哦，我哦送一卡假手环哦，要甲试探，结果呢，伊无去问价钱呢。啊！你可表示讲哦，伊毋是贪着咱娶家的钱啊！哎呦，阿母啊，你真正是乌咖底导游呢，看袂出来，原来你心机也遮尔重哦！哎呦，你这支嘴哦，真正是破不遐呢，好歹话你拢分袂出来。好啦，阿母啊，哎，莫去心地啦，吼，哎。我的哦，说你袂是本啦，你也是较注意的啦。啊无哦，时到若出什么代志，就莫怪我这个新妇无甲你提醒，吼。嘿。
你伫咧找啥？哦，我物件落伫内底啦。哦，爱我甲你倒找无？没没没，太无重要。活到这个岁，我都唔相信我看人比你较戆吧。老金，老师，这么紧就有消息啦？我问你，这配送啥的？代志有淡薄严重，你爱老实跟我讲，我就有法度跟你斗相共。是阮小姑啊，冰珠啦。这批内底写啥？内底讲伊有心啊。哈？伊有心啊？安尼要安怎啊？伊甲有找朋友，倒找离美国的男朋友，我敢有讲唔对？其实是阿兄看到伊甲美国兵咧谈恋爱，阮庆龙伊个性较保守啊，所以唔只会家关伫厝内边，无会去工厂上班。恁翁哪会当安尼啊？明珠一定是大人诶，伊有权利决定家己诶幸福。那安尼拖落去哦，上受伤诶就是明珠甲伊诶囡仔。庆龙就是惊讲伊会看人袂清楚，叫人骗去啦。那恁即卖你拍算要安怎？甲恁翁讲。袂用的啦，这件代志若是予阮阿婆交过庆龙知影，安尼袂堪你啦。不过我嘛唔知道要安怎才好。会卡拉有留的无？有啊，要创啥？顶头地址啊，明仔载我陪你去问看卖，若是会当找到迄个阿多阿来提亲哦，代志就解决啦。总袂用即卖有心啊，佮要甲人拆散。玉琴，媳妇你哭呢，敢若是巴肚枵啊？啊，你想好阿未？收好啦，收个差不多啊。你好，哎，我钱先给你，先来走。多谢哦。这么晚来，干那为着这五角？伊都坚持今日要行啊。其实我对这个查某人无什么好印象，我看你以后莫常常跟伊做伙啊。我知。你是应该向伊指令，我来收就好。是恁找我哦，啊，恁是？我是明珠的阿嫂，我是伊朋友。明珠嘞，伊真正好伊阿兄怪起来是，伊阿兄哦，真正足歹的呢。迄天就安尼一拳，甲隔壁的面拍落，啊，我甲明珠哦，游拢游袂掉啊。之前明珠是唔想要互你，麻烦你找迄个隔壁，敢有找着人？唔知影是唔是调转去美国啊？已经足久无看到人啊！那安尼，我问过柜仔内底其他的人，来遮驻守的美军哦，拢一批一批，大家嘛无一定会识识，我唔知影要问谁才好。啊，无恁之前拢安怎联络？因拢是来工地外口等阮的啊。安尼，明珠，你都废气啊！明珠到底是安怎？伊有心啊！我还想讲，伊哪一直写批叫我找 David 啦？较细声嘞，这件代志袂当让人知影啦。那安尼，即马是要安怎啊？若是搁找无迄个 David， 干那拢找一个所在，让明珠家囡仔生来。袂用的啦，安尼明珠即世人都乌有去啊！而且阮庆龙嘛袂答应。我想到啊。像之前哦，有把柜仔内底电话留予我，啊，遐毋过我毋是真会讲英文，所以从来毋捌敲过。那你麻烦你电话予我。有号码嘛无录音，我毋爱晓讲英文的人啊。我应该有啊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真正有咧气死老命咧！你搁敢来？你唔惊去拄着国丧？代志足紧急的啦，无法度顾虑遮济啊啦！你无代无志，带一个娘家妇女来，这是要创啥？
你是无看伊徛伫遐秘书，敢若袂喘气共款？我这是做生意的所在呢，我无希望不搁出人命，去甲人带转去。代志若是无赶紧处理，这真正会出人命。柯小姐，我叫玉琴啦，佮会当请你甲我斗相共。恁找人找到这么成功，就是要叫那个戴维出来负责先。是啊，这对面的电话哦，就是民主的同事春香给我的，无得靠会当联络到人。还是讲你有另外识识，会当倒找。你真正把我当作是万能的先。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有求必应。你是把我当作土地公哦，有求必应。我是有认识一个阿斗阿军官，我得开当到三工，真棒的英文，真认真，也当打电话。好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等找到人哦，再来说多谢。哎，来啦，去，你先领地啦。你这个大嫂，我已经叫尽心尽力啦。明珠哦，就拿我的亲小妹同款，就细汉就是我家己带大汉的。啊，伊即马发生这种代志，应该拢唔敢讲啊。我若想到，我足唔甘的。天无绝人之路啦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本来我是想讲，伊巴肚内面的囡仔若是生落来，就当当作是我的，啊，家饲大汉。也唔过伊这都外国囡仔，无法度瞒。啊，若是找无人哦。真正明珠甲囡仔唔知要安怎？哎，你放心啦，啊，人生跋倒一届也无啥，重点是哦，站起来，头稳白白，继续向前行就对啦。是惊讲这届明珠受伤受重，就永远站袂起来啊。阿妹，安怎？有人在对无？无人接。啊，不过真芳哦，有敲电话给那个军官，伊即卖人在开会。交代伊回电话啊！我看恁两个哦，莫伫个遮点伤久，尤其是你，有消息我会甲恁通知啦。哎，军官甲我讲，爱偌久啊？爱等偌久我毋知影，啊是毋是会当问到，我嘛毋知影。亲像即种哦，互人电话还阁找无人，一看就知影是假电话，你存心要欺骗查某囡仔的感情啊？叫德比哦，迄几个军营内面都唔知有偌济人。好啊啦，莫艰苦啊，啊拄到代志就是爱解决啦。啊，不过你也会记哦，回去甲恁小姑仔讲，这查某囡仔哦，就是爱放较巧的，啊若无是人财两失，你是比阮这种伫咧七贤路上班的查某，还佫较凄惨。好啦。啊无，咱先倒去厝内等消息，啊无直接紧张，嘛毋是办法啦。好啦，是讲这个代志嘛，袂当让庆良知影，较免伊怀疑。嗯，啊，咱来走。好，多谢你呢，多谢啦。咱先接来阿公。多谢你呢，多谢啦。咱先接来阿公。王老板，咱来宾请。好来。来宾请，咱可以来哦。玉琴。蛋姐，我爱赶紧回啊，无庆良会生气啦。玉琴，蛋姐啦，阿叔阿叔，你怎生回来啊？阿爷无伫个，我出去找阮朋友啦。千万唔通哦。阿叔，我强怪你厝内强要翕死啊！我袂出去伤久，阿哥若是问你哦，你就讲我咧困，还是讲？
我人无爽快。哎呦，费什么理由拢会用的啊？无你甲阿兄会比我搁较压转来。拜托啦，好。明珠，就算讲你要出去，你裙穿啊这么短，恁阿兄会生气啦。哎呦，根本就爱穿安尼啊，安尼看起来哦，腿较长，嗯。就算讲恁哥伊无看到啊，要唔过厝边头尾若是看到，是会讲伊阿话呢。搁再讲安尼哦，风若吹的时阵哦，裙就拢掀掀起来啊。哎呦，裙是我咧穿的，甲伊有啥物关系啊？阿嫂，袂要紧啦，伊穿安尼欢喜就好啊。啊，即马确实流行这款的，阿变拢安尼穿的。阿明珠奶奶，阿玲豆豆讲哦，我食一个饼就转来啊，先来哦。哎，袂当食冰啦，明珠，你是有新的人呢。恁阿嫂的意思是讲，查某囝恁弟食冰对身体无好啦。啊，恁红豆汤补血补气血。对啦，啉烧的红豆汤啊，啊唔通伤晏回来。恁阿兄的个性你知影。好啦好啦，我尽量啦。较早回来啦，明珠。就去嘛！我看你刚刚也是讲了实话啊，啊无一家人有啥物代志袂当坐来参详。我看你安尼唔呀呀，代志也是无法度解决啦。搁再讲，你的巴肚是会当撑偌久啦？早晚会憋空。拄只前去你也毋是无看到啊？庆荣伊伫迄所在看到我，这么生气，把我当作是坐云人，连招呼拢袂拍。即卖是想讲，明珠只是甲外国人谈恋爱。伊若真正知影明珠是有心，真正会给他拍死。你即马烦恼嘛无路用啊！阿妹，美国朋友若是打电话来，我马上跟你讲。万叔拜托，卖个底下讲拜托啊！咱是朋友，卖客气。啊，我先回去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搁再跟我讲。拢已经过几日工啊，阿母奈拢无发现物件无去，连我专工甲阿母点嘛药，伊拢无怀疑王乐生，敢讲迄个查某真正予阿母啉糊仔水，啉茶啦。阿母啊，什么代志这么欢喜啊？看你安尼嘴笑目笑。我替乐生哦，甲家豪的八字哦，去予庙公敬礼子。廖公公哦，伊两个人足下诶，啊日子嘛真好啊！我心肝内这块石头哦，总算扛落来啊啦！哎，王老生的八字敢会准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老生的老母早死，老爸搁失踪，啊你嘛知影即卖人哦，毋是奸报坏数，啊就是查埔户口啦。哎呦，算命讲的哦，啊听听就好啊啦，毋免定真啦。陆仙哦，讲甲真正确啊！啊，家豪的八字吼，我嘛用红纸吼，安尼抄的吼，寄伫个庙的。放心啦，因两个人哦，一定是哦，百年好合，子孙满堂啦。哦，那真正安尼，家豪就袂死无啊啦。嗯。啊不，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找假读的。你俩阵我唔知道你这么心肝内在想啥，想要讲陆仙的歹话。想要破坏因的姻缘，哈！今日讲这个小金毛以后爬到你的头壳顶，顶届王小姐的代志哦，还袂找你算账嘞？无啦，阿母，啊，迄是因为做的啊，啊，跟我无关系哦。嗯，搁骗哦，都无意思啊啦。英辉哦，已经有甲我讲过啊，改写毛笔字，共啥创垃圾，迄拢你教的啦。唔是啦，我真正是冤枉。啊啊母啊，你也知啊，咱英辉遐尔啊歹剃头。哦，搁再讲哦，迄写毛笔字是你教的哦。我哪知影英辉会母即出啊？囡仔毋捌代志哦，大人都爱甲教。啊，你看陆仙哦，即马甲教教吼，我尔啊有规矩咧。哎呦，是讲哦，甲你讲遮嘛无效啦。哎呦，日子滴要到啊，哦，爱准备的物件搁真多咧。啊，去摕纸笔来啦。
爱准备物件遮济吼，爱先写起來，无小等拢袂记个啊。真正有够偏心，万项代志拢要怪我。啊对啦，我房间迄拖鞋内底吼有一个茶盒啊，甲摕出来，我捡两项啊哦，做聘金送予罗先啦。系啊啦，迄盒仔内底珠宝则落我藏起来，就是爱阿母家己发现罗王罗先。唉，啊即马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啊，你搁爷仔创啥？哎，啊即马你比我较大，叫袂叮当啊！啊，阿母啊，你的盒仔内底吼，遐珠宝拢足贵重的呢。我是惊我伤过含万，啊万不利吼，甲你夹歹，我是卖袂起哦。啊，是你家己摕啦。贫惰搁牵拖，唔去卖去呀！宋太太，你啊！哎呦，大人哪罕行呢？啊，天爹天爹，来来来，小姐啦！别讲。今日才罕见啊！邱太太，恁厝内最近是不是来一个娶囡仔，叫王罗生啊？哎，有啊，啊那是。哎，警察大人，你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，所以走来找王罗生？哦，无啦，阿弟讲哦，我伫干我店拄到伊啊。阿姨讲无啥身份证，所以我今日特别来关心者。啊，你干有滴啊？出去啊啦，应该哦，小等就转来。安尼啊，啊那无伊身份证，敢有可能厝？那有哦，替我登记一下。应该有，我来查看卖，可能伫房间个啦。哎，阿母啊，你陪警察大人开讲就好啊。罗生的身份证，我来找。我一个阿外啦，拄只话袂叮当，即马走敢那飞咧，唔知搁伫变啥梦。哎呦，出来要办喜事哦。啊，是啊，阮家父吼要搁娶啦。啊，就是罗生啊，大人啊，你应该有看过，身材袂歹吼。哦，我那是未来新妇哦，那你恭喜恭喜，袂歹，我感觉家伙哦真舒服嘞。多谢啦，到时阵哦，爱来饮一杯啊呢哈。真正是天公伯啊，宝贝，连路都替我铺甲平平，拄好关区来查户口。等一下，我就替阿母这条破链去甲大人讲，王罗先是贼啊，甲所有责任拢撒给伊。安尼，伊嘛免少想计有家伙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忙拉兼细苦。是讲，伊会甲身份证藏伫倒啊？无得卡提出来，予大人一查，真正有啥物无清气的代志，那呢阿母就搁较袂怀疑到我这来啊。唉，这个王老生哦，食的、穿的，拢是娶家的，连甲一项的家己的物件拢无，我就唔相信，啥物拢揣无。总算我找到了哈！咦，这个查某囡仔，敢是王若仙？啊，边啊这个查甫人，敢若有淡薄年纪，应该是王若仙伊老爸。嗯，啊，这张相片看起来，那真尔面熟。归去啊！甲大家来介绍这位好药材，较实在，较实在。来啦，我教你，出来，安尼，家己安尼提，哦，安尼放好好哦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敢若伫个倒位看过伊啊，原来伊就是迄个蜘蛛精，有这张相片，佫较会当证明伊脚手无清气啊。你讲什么啊？房客要整个乌掉，去第二港口。是啊，你敢不知？这真大计划呢，听讲要开说明会哦。不过我听家兄讲，要开发房客啊，要起什么冷冻厂，还是什么工厂啊？敢会物料唔对啊？我应该是评估唔对啦。你若不信哦，等教授回来，会当叫伊去替我解释啊。阿母啊，阿母，代志到这，代志
多了啊！咱这届哦，真正是恰恰多加拄到大贼头啊！哎呦，警察大人在遮，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真实的啦，唔相信你家己看啊！你会记得无？这个哦，就是伫个庙口卖枣树的查甫人啦。哎对哦，哎，安奈陆生甲伊做伙啊？哦，你搁想无？啊，陆生讲过啊，伊甲因老爸是为家人来个基丁啊。啊，因老爸是这个卖枣树的，啊，陆生当然嘛是这个滴嘟车。哦，无怪陆生有当时啊，甲因为讲话，无输哪里唱戏嘞。原来因爸仔囝拢是骗神啊，专工来骗钱的。哪会安尼啦？想着你，你的心事我不知。双双对对，回忆连连。原来因爸仔囝拢是骗神啊，专工来骗钱的。哪会安尼啦？你拄则讲卖枣树花，这到底什么重要？警察大人啊，好加在你伫个遮，迄、那个变神啊，唔那是卖枣树哦，伊搁偷摕物件，伊连阮老母的破链伊都敢偷摕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这条破链哦，是我对伊的房间抄到的啦。蔡奶奶，恁新妇讲的什么真实的？这条破链哦。确实是我的啦，哦，莫怪伊遐尔巴结啦，对你甲因为遐尔好，原来就是有目的，伊就是要孝顺咱娶家的财产啦。哎，枉费你遐尔信任。大人啊，你一定要替阮主持公道啦，你一定要甲这个变神啊，对，这个贼啊，嘛唔对，哎，非得哦，又搁偷啊，啊又搁骗呐，你一定要赶紧家抓起来。咱房客的门房哦，这么单纯，袂用费在一个外地人的手头。头家妈，我回来啊！吼，好抓到吼，看你面的表情，就是做出心意啦。安怎？看来警察大人会惊吼？我是要惊啥？阿光顾大人进前在干吗电话时阵，阮就有拄过啊。龙小姐。你回来了刚好，我今天是来做户口调查的。正常你说身份证没早出门，那这时麻烦你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下。安总，你应该不会说你的身份证打击哈？我的身份证确实是没去了。好，我就知道了，我真正会用去算命。阿母啊，你听看看啦，警察先生说要看他的身份证，他就随说他的身份证打无。一个无身份的人是要哪信会得过啊？无得卡，警察大人讲要甲伊调查，原来是一个通缉犯的。我怎么是要通缉犯的？我身份证也拍无去，是因为我阿爸进前逼我结婚啊。我伫婚礼的时阵是偷走出来的，那有可能甲身份证载伫身躯边啊？啥？你敢人定过亲哦？阿母啊，王老生是别人的新娘呢，啊你安尼？佮敢讲要嫁予家豪，还是我阿爸偷偷答应的？自头到尾我根本就唔知影。啊，你即马讲出来了，表示你知影啊。无你较定心的代志哦，你嘛是骗人的啦。阿母这条话呢，都是证据，你就是贼啦啦。阿母啊，你唔通佮去骗去吼。你都讲啥？我无偷听物件。证据即马就伫阿母的手头。你讲要讲袂猜？这条破链，我根本就无看过啊。你咪有话了话哦，佮假就无成啊哦！警察大人啊，即马人佮证据拢伫个，你紧家来客官啦！我就跟你讲，我无听。啊！叫人哦！我听话，我来派人啦！我佮派人啊！走！哦，警察大人，你这招厉害！更加上手，你这是最佳证据，知唔知？我就讲我唔是贼啦，你哪都唔相信我啦！放手啦！笑死人啦！就算你有阿母，你有我水哦，阿母看到证据嘛，清醒啊！阿母啊，你哦，千万唔通软心，搁去学王洛生骗钱呢。洛生，警察大人，伊是我用袂过人命的假号啦，唔是歹人，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啊？哈？啥物你误会？伊是贼仔，搁变神仔呢？警察大人，敢会当先甲人放开，
咱先把代志讲清楚，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大家，大家，你有受伤吧？我无代志啊，啊，不过我身份证无在你身躯边。大嫂，你讲我骗人，佮讲我是贼啦。家伙啊，我真无简单，才把小鬼仔头拆落来，你是千万唔通佮去骗去呢。阿嫂啊，这一定是误会。什么误会啦？会？哼，我俩准你是读册人，啊，头脑真清楚。原来你甲外口遐查甫人同款，一看咯，查甫囡仔生得较水，落尾甲死死混混去。啊，伊讲啥你拢相信咯？这查甫呢，阮二头家甲头家妈是安怎对待你啊？那才上届，佮骗人的钱啊！我无骗人。警察大人啊，你若是唔相信哦，你摕只相片去庙口问。吼，迄天哦，足侪人拢看到因爸囝伫迄庙走出来。这件代志，我会当解释。原来你唔若偷摸蛤蟆哦，佮走私哦，你真正是贼婆呢你啊！阿明啊，代志唔只偷摸，莫话讲啊！二头家，到现在佮无够清楚。伊连家己的老爸拢会当纠缠，我出卖身葬父，佫有甚物代志做袂出来？对不起啊，家伙啊，你莫佫替伊讲话啊！伊行过亲的，佫讲要甲你结婚，这根本是欺骗你的感情的。伊无骗我，这个代志我早就知影。是啊，你已经知影，啊，佫要娶伊？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，罗生即摆是我的家哦，阿嫂，请你以后莫佫不赖伊啊。因为查某囡仔名声是最重要的，真正人看物件，我看看过去嘞。伊连阿母的破脸哦，伊拢敢偷摕哦。哦，你搁要甲带入门？阿母啊，阿你嘛讲一下话。你伫找啥？哦，有物件落伫内底啦。哦，爱我甲你倒找无？没，太无重要。头家妈，我真正无偷摕物件。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会当带伫个带个，有即卖的心有我，是我即世人的愿望。我真正了顶上的，我绝对无可能伤害你甲家父啊！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？我认你做阿母，你甲我当作查某囝。王慧波这么相信，真正是奇妙树干布的。小鬼妈，我承认，我之前有隐瞒你一挂代志，那是因为我不希望你对我有歹印象，因为我阿爸欠吊销，阮才会为家人走路来机场，啊为着趁钱，才会伫庙口演戏卖物件。偷摕蛤蟆的代志，迄是我真正唔知，迄是有人饲的啊。啊，佮有，就查阮阿爸，嘛是为着替伊装钱行销。到即卖你还佮唔承认家己做唔对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我来问嘛，即个代志，拢是为了阮阿爸。啊，唔过我从来唔捌害过任何人。阿母啊，真情不管阿哥啦。安怎讲你的歹话？我甘愿相信你。想袂到我吃到这啰岁数，竟然连去看唔着人。你，咱的感情，啊，还有一卡手款，假，拢是假。假的哦！你伫抓准这卡手环是真的心，所以你才真有把握，无摕去估计甲卖掉。我呢，
因为你无甲这卡手还卖掉，家己骗家己，一直当作你是一个足单纯的查某囡仔。我哪有可能卖掉？这是你送我的礼物，就算讲是假的，我同款就珍惜，因为我要紧的是咱的感情。黄老师啊，你骨卡紧缩个，搁要继续假哦？哎，我看你是哦，去 NJ 啊，搁想要继续骗，刷刷去啊啦，拜了浪费时间。我就怎？我若想赚娶家己生无的，啊想摕娶家玲好价值的物件，请神明，但你讲，即摆就给我卡死。老师啊，那就是我就怎啦？因为我知影我无做啊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证明我的清白。好啊好啊，莫再讲啊。阿母啊，这个破脸，敢真正是？在那路线房间找到的啊，当然是真实的啊！把代志到这来，你莫再替伊讲话啊啦！阿嫂，我相信这一定是误会。阿是路线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能讲出来啊？我相信阿母一定原谅你的。原谅？所以连你们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啊！既然我讲的话，大家都唔相信。好，大玲，麻烦你送我去警察局，将厝内调查他的代志查好清楚，还我一个清白。既然你愿意跟我回警察局查，我就要这么。我王乐生，敢做敢担当，啊，不过我无做嘅代志，我嘛无允准任何人冤枉我。我来去房间，看还阁有物件放进。大吉小孩啊，代志敢若有了伤大啊，是要安怎啦？啊，不过王老生拢有警察抓走啊，应该就定罪啊。即摆应该袂阁查位我家来啊。玉琴哪会去认识这款人？阵阿母会甲帮一个婶，甲家金婆仔囥做伙，无怪我哪找拢找无。阿母，你无感觉这个代志足奇怪？哎呦，哪讲有奇怪？应该是你上奇怪啦！明明就是一个巧巧人，啊，煞予一个查某骗到五五色，敢讲哦，你真正食了乌龙生的糊仔水哦？阿嫂啊，我只是就事论事呢。第一，罗生是我的家哦，阮结婚了后，我的物件就是伊的，伊根本无需要安尼做啊。
第二，嫁金婆啊，要有囡仔才会当领钱哦。囡仔，阿对哦，好，你刚才我囡仔放伫别个所在，我赶快进来查看下囡仔还佫伫个无。哎呦，这拢是阿爸阿母啊，搁娶家祖先辛辛苦苦赚的钱呢。这王老生哦，做这款死得代，拢唔惊去互你讲过。阿嫂啊，今麦也唔知影物件到底是谁偷摕去呢？你安尼讲对老生不公平。你搁替迄个查某讲话啊？不然我想讲哦，你敢讲吼，下当哦，拣到一个人品好，搁甲烟味有缘的人，结果呢，拣来拣去，拣到一个心肝遐勇的人。阿母啊，咱一定要叫王老生哦，把偷摕的物件吐出来啊，袂用安尼就放伊煞。我若拄到伊啊，伊就必须全部拢吐出来。再讲我若死哦，我嘛会甲拖去恁阿爸的面头前跪的，跪下死的啦。阿母啊，即摆还无证据会当证明物件是老生偷摕去的啊。啊，若无即摆咱先去银行看卖者，看内底钱有去人领去无？对啊，呀，进来去，小心我命人啊！哎呀好啦，我自己去啦，哈。你好。小姐，你确定要把嫁金婆里底的钱全部领出来啊？啊，对啦，啊，阮家要起新厝，啊，需要用钱啊。啊，歹势哦，最近感冒煞较厉害啦。我想阿妹吼，啊你较紧嘞。哎，这是机顶的核桃。对啊，啊你是会晓袂晓？阿英啊，个婆拢已经好你啊，我娘家己的钱财是有甚问题啦？哦，啊感觉阮家起新厝，嘛要甲银行交代哦。歹势啦，我是看你婆仔顶拢是咧机顶分行领钱。而且这面小数目呢，我想讲甲你确定清楚啦。那是有啥物好确定的？哎呀，啊，煞唔知影迄个工头啊，啊坚持今仔日一定要找到钱嘛。哦，啊较紧的啦，我呢要赶去看医生呢。好啦，你稍等一下。啊，这边面头我嫁金婆也是啊，袂去领的啦。因为你无查囡仔。哎呀，我大个我就是本人啊。啊！你也不相信了，我等你摕身份证给你看啊。歹势啊，若是照银行的规定，就一定要有嫁金婆仔甲囡仔才会当领钱。哦，啊，我大家讲囡仔都无去，你是听无哦？是伊处理一边。好。袂用的啦，我一定要领着啦。那安尼啦，你想哪办的啦？几位太太，请你先领钱一个啦。没有领钱来得及，我要还你啊。哦，妈祖婆真叫有病。哎，你的太太有够奇怪吼，啊，无提因啊，原本就袂当领钱啊，来恁辛苦啊，哈哈，袂啦，这本来就是阮的工课啊，小三，你先稍等一下，我去甲你办。银行的人应该无看清楚是我，等阿母发现钱互领走，回来一定会去找王老生，死到警察来调查，到底是谁去领的钱，要安怎？我看，我还是物件款款的，准备走路。唔对，爱先把迄间的围巾处理掉。唔对啊，我若等你出来。万一阿母看到，唔就死啊！还是找些所在给烧掉，较保险。
短头给牛，那你走来吃。哦，哎，这啥？敢那是围巾呢？看起来还够足新的，但听说是不是偷坐啊吧？ 明珠哪敢只猫哥还袂回来？万一庆良生回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啊，我甲罗生去切很多找伊的朋友，佮拄啊好去拄到庆良，啊，这声是要安怎解释？阿母啊，遮济啦！阿母，你伫咧酷酷扫，那我伫房间休困啦，啊，外口风真透的。我不要紧啦。 啊，秀英在困啊，我一个人伫房间嘛无聊。嗯，啊，那你一个人顾着，啊，明珠诶，伊出去啊。啊，是叫伊乖乖住厝去。你得互伊一个人走出去啊。阿母，啊，明珠讲要甲朋友去食饭，我嘛无法度甲伊阻挡啊。这查某囡仔，阿妈讲就讲袂听。 不然，你刚刚想要拍拍照，万一佫出甚物代志，是要安怎？陆钦，你一开工吼去厝边隔壁啊，探听一下，看敢有人会当介绍一个对象，甲明珠嫁嫁啦。彭丁，你讲是甚物物件欺骗啦？真正不是安尼，你唔通甲我误会。是甚物款的朋友会开去带去的所在？莫来现在佫有叫人插步好无？伊本来就是。啊，伊偷摕咱带家的物件，谁人免叫伊插步啦？ 刚刚真正是我目睭拖焦，我如将，我唔是恁高家媳妇，你这个地头，我更有话就是发怒啦！哎，我去告你哦，莫后壁来。莫阁找理由做借口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互你第二届机会，我无讲袂臭的，莫我提传家，一生无你。 青春的所在，想你想你想你想，无拢了解。想着你，对你爱深深思念。想着你，你的心事我不知，愈走愈远不应该，爱你深深无人知，对你讲出。